是典型的80后一代，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你说是80后，我这现在就属于80后就长得最着急的那波人。父母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他为何依然坚持自我？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们是绝对不能接受。是什么样的勇气让他带着妻子一同创业？当手艺人，就千万别把手艺人当那么简单。面对孩子，他有着怎样的苦楚？每天跟儿子在一块儿时间不一个小时都不到，也是挺痛苦的。匠人精神，他又将如何延续？我可能后半辈子一直做这一件事情，这事业呢，就是要做一辈子。带您走进手艺人冷刃，听他讲述有关手工皮艺的故事。这包做工还不错，这包边做的挺漂亮。但是你看他现在也用这种配件了，就跟咱们用那种差不多。这种是合金的。这对穿梭于品牌箱包店的小夫妻，是手工皮具制作圈里面小有名气的手艺人。冷刃，原名赵雪峰，皮具手艺人。他的皮具作品多以私人定制为主。他的皮艺设计工作室也是目前国内非常专业的手工皮具工作室之一，在皮具制作行业里占有一席之地。如今，个性定制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许多追求手工皮具定制的人都慕名找冷刃定制皮包，就连李宗盛也是看中了冷刃皮包的精美做工，才开始与冷刃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这一批即将发货的皮包，就是冷刃专门给李宗盛定制的限量版工具包。每个环节都追求精益求精的他，做着最后的整理核对，确保每个皮包都是精致无瑕的。它是限量款，每一个都是自带编号的，所以我们就发货之前在最后检查一下的时候，要把每一个那个编号记录，因为它的不同的编号发的那个地址也不一样。忙了一个多月，终于完了。然后现在呢，给客户发走。这次发两个箱子，一个大一点的，一个小一点的，啊，一共20个，那编号我都记好了。行，好，等你消息啊。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接触的也不是说手工皮具，其实就是手工，然后有一些木工，然后皮子，然后这些东西都结合在一块儿。当时就是怎么说呢，想自己就是自己玩儿，因为我所有的这些技术的东西都是通过上网，通过查阅书籍，然后请教问题，就是这些都是自己自学的。反过来想的时候，就觉得如果有老师教，有师傅带，这样来得非常快，但是真正能自己掌握的太少。这件东西是一个小刀的皮套，它是我所有皮具第一个。这件东西做出来之后发到网上被网友笑话了，结果我就发誓，我说一定要好好练好这手艺。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觉得这东西有意思，现在看来觉得很垃圾，但是确实这是我第一个作品。然后后来之后没过一段时间，然后给当时女朋友，就是我现在老婆，上学的时候给她做了一个手机套，当时这个就配了皮绳挂在胸前，送给她之后她特别开心。做这个手机套做了好几天，因为款型是自己完全自己设计的，所以一直保留到现在，很不容易。
之所以叫冷刃，这是我最开始的一个网名。在宿舍上课的时候，就没事就拿这些木头啊、黄铜啊，就用一些非常简单的那个手工的工具，然后在上学期间就做这些刀把。当时还配了这样一个皮套，也正是这个作品出来之后，好多论坛上的网友看上我这个工艺，找我就私信啊，想买一些他们一些特殊的皮套。然后从那个时候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就开始在网上卖这些。我觉得这事儿可以做，咱先试一下。给我看看我这包。哎，我这是别的朋友送我一个包，本来想使啊，但是它有问题，使用上不方便，解一扣得半个点儿。哦，然后另外一个，好多东西窝窝囊囊，背出去显不出咱们这个风范来。这种就做得太随意了，对，不太适合。这位专门来定做皮包的人是冷刃的老顾客了，这次他要定制一批皮包送给亲朋好友，但是按照目前的状况，剩下的制作时间已经非常紧张，这似乎给皮匠冷刃出了一道难题。这个快插是在这个下面的位置，因为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到位。为了让自己做出的每一件产品达到理想的效果，冷刃不停地确认着制作过程中的各个细节，他想让最终的作品完美呈现出手工制作的技艺。大学毕业，我参加过一次招聘会，进去逛了十分钟就出来了。我说我发誓，我以后不可能上班，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去找工作。从那之后，我就开始通过做手工、做皮具开始，作为一个创业的一个方向，开始去努力做这个。因为这份加急的订单，冷刃现有的皮料并不能满足制作要求，他决定去寻找更为适合的制作材料。顺八条是北京那些卖皮料比较聚集的一个地方，那边有好多皮料店。这些卖皮料呢，大部分是做的库存皮料，尾单的比较多，所以货源不是特别稳定。上回说那个黑色的4.0那个皮料现在来了吗？就跑点那个呗。对对对，进口皮的。然后那个有点发白的，这会儿拿那个擦一下它就没有了。嗯，行，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哎，这波皮子有没有上面带烙印的那种？有。这个颜色的没有，您都选过了，有烙印的那就做别的用了。这波皮料很不错，然后再找找有一些特殊的，因为有些牛身上会有烙印，也有一些是就像他刚才说的是专门给挑出去了，但是像这些，它不能叫伤残，而是说一种特殊的记号。有的时候我还专门想找这些东西，一大批里边可能会碰见一些比较特殊的。那您这样，你回去帮我找一下，刚才说的那个有记号的那些皮，对对对。啊，那我再找找。嗯，行。好。由于对原材料的特殊性条件限制，普通的皮料并不能达到冷刃的要求。选料是皮包制作的首要工序，皮料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最终作品的风格特色。其实当时第一次买皮料，也不知道什么叫皮，什么是头层皮，什么是牛皮，什么是水牛皮、黄牛皮，他们说那是皮子，但是后来买完之后发现特别硬，不好用，而且很厚。现在我才知道那东西叫再生皮，那根本就不是不是咱们所谓的那些牛皮什么的，那只是用那些皮渣子，然后用机器压在一起。上过几次当，但是后来慢慢的跟这些卖皮子的人都混熟了，这种情况基本上也就没有了。因为顾客对皮料的特殊要求，冷刃一连逛了好几家皮具店，都没有发现合适的材料。精益求精的他，只好寻找新的途径。
那个皮子找到了是吗？啊，那个有没有照片？你能不能给我发几张照片看一下？你现在就在船是吧？行，等我看一下啊。哦，这是一个伤疤是吧？大概有多长呢？哦，那么长呢，一尺多长呢？行，哎，这张不错。那行，这张你务必给我留着啊。像这种伤疤是牛之前做过某种手术留下来的，哦，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可以说。在朋友的帮助下，这块特殊的皮料终于辗转到了冷刃手里。这是我原来的工作室，以前在这儿待了很多年。想要更好的将工作室开展下去，把手工皮艺制作技艺延续下去，皮具的制作规模、生产数量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辗转换过多个工作室的冷刃，再次回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感慨颇多。这是最开始专门买来当做自己工作板的一个，实际上是一个菜板子。后来搬家了之后，然后把它当做这个挂工具的板子。当时最常用的一些手工工具全是在这一个板子上，然后现在就是慢慢的，你看这背面也是使用过很长时间。因为工具越来越多，这个小板子就放不下了，然后就钉上一面墙，整体一个板子，上面几百个孔，从这板子就能看出就自己工作室一点一点也就壮大，包括到现在，然后整个一扇墙的工具墙。其实你说是八零后，我这现在就属于八零后就长最着急的那波人了，头发都半白了，所以非常非常辛苦。之前做的有很多东西，很早期的作品，做了一些整理，反正各类的东西都有，大东西、小东西。之前做的什么皮带啊，包括这些相机套，这都是给客户定制的，包括。那时候多普达的那个 GPS 刚开始出的那个都是给定做的皮套，小灵通的皮套，烟包，各种东西，各种各样的，我估计至少几千种上万种也有可能，上万件的东西，从零开始嘛，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所以这里头磕磕绊绊的遇见过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只有经历过，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哪些行哪些不行，或者哪些你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然后包括以后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付出很多很多之后才积累到现在这样。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做工作室，为什么要自己创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不希望说就是被约束，其实我想的是自由，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但是后来开了工作室之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你的时间是都是奉献给客户的，而并不是真正自己，我想做几天想干几天活，想休息几天就休息几天，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哎，老婆，过来帮我忙，把这个线头收了，然后这个边缘再处理一下。这后面还用再瞪过来吗？不用，就从上面收。对，两面收的。
就是手艺这个东西吧，它需要一个长久性，就是时间越长才能学到更多的技术，就是很多人就是坚持不下来，他没有那个性子，然后有的一两年，最多的也就是四五年，就走了。最后就是能够长期留在他身边的只有他老婆，我想走也走不了。有的时候别人挺羡慕两口子在一起创业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的，就只要两个人相互磨合配合好了就可以。本以为新的工作室准备就绪，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然而事情往往不会是一帆风顺，接踵而至的困难让冷刃有了新的打算。我觉得我老婆也非常辛苦，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她上班，然后在我工作室做到大概2013年的时候，然后突然那几个助手就走了，前后脚都是在2013年的时候走的，然后突然一下工作室就变成我一个人了，然后后来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后来我就让我老婆辞职了，因为家里人反对我干这个，就是更反对说我老婆跟我一块儿干这个，但是我当时是已经是没有任何办法，我爸妈都是那种就是单位大院的那种，从大学毕业安排工作，然后工作一辈子，他们觉得那样是一个稳定的生活。像我跟他们说，我说我不工作，按照我自己这种方式去创业，去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们是绝对不能接受，到现在还在斗争，就很长一段时间天天在骂我，然后天天在说你学计算机的你怎么弄这些工厂干活的那些破玩意儿啊。因为父母的不支持，冷刃的皮具制作过程也是尤为困难，尽管如此他从未想过要放弃，十多年的坚持，行业的认可，冷刃用行动让父母看到了他的执着，他的坚守，他的成就。来妈，那个看一下这个今天我新做的那一包，比原来那个这个好多了，这个做的。然后这次专门做了一种就是夹内衬的这种。对，这个可比过去好多了。这做工比较细还是？比较精细，而且放东西也比较多。行，以前你们老说我这不是定期有个进步，我说给回来给汇报，然后你们也看看。别的天天老说我那个不行，因为自己创业毕竟非常难呢、说句实在话，自己创业我们想有个正式工作嘛，省心了、又一开始我们不辞支持也不给钱，孩子就是好比说挣1000块钱吧，买1000块钱的东西，挣1000块钱吧，买一个小机器，一点一点的。儿子这么执着，我们也就比以前这个反对的逐渐的这个减小了啊，慢慢就是从反对那变成也是支持吧，那就是孩子既然走这一条路了，那我们就这样来支持他扶持他吧。现在我工作室就两个人啊，夫妻陪聊。如今只有两个人的工作室依旧很忙碌，他们始终相信付出终有回报，这对小夫妻用不懈的坚持与努力实现着曾经的梦想。我下一点，好，使劲，好的，看你这个你自己动行吗？松也没关系，它底下还有别的东西呢，能给它固定的。这边扎进去，然后把这边往上一摁就摁进去了，没问题。你看这样这你看它是可以动的，你看，哎，其实男孩应该就是爸爸多陪陪。原来还好，上幼儿园的时候在这边离得比较近，所以也没有物业，回去你就可以跟你娃娃。对呀、每天从幼儿园接回来还能在爸爸工作室玩一会儿呢，对吧？就幼儿园没有物业，学校有。就是有的时候把孩子扔在家里了，觉得挺愧疚的。爷爷奶奶他们管得也挺好，姥姥姥爷就是周末也过来管，
就我们就全身心的就做这个事业了。觉得现在还是陪孩子时间太少，您大部分的时间，我可以说95%的时间都是在工作室，剩下回家基本上看看电脑就睡觉了啊。每天跟儿子在一块儿时间一个小时都不到啊，所以就是也想尽量抽时间去多陪陪他，但是现在确实有困难。这个就是前门张师傅的工作室。张师傅，好久没见。来，什么来？您看我这儿有条皮带，但是现在呢，我得找您做一个这个银的皮带扣，宽度4公分。对，正好四公分。我这有一把银壶，你看看。没错，是这意思。你要多大，都能给你做多大。行。可以。张景民师傅是北京市传统金银器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冷认识张师傅的老朋友了。每当手工皮具制作需要打造金属配饰的时候，他都会第一时间找到张师傅。像我们做的皮具就是要精细，然后要精准。一件精美的作品融汇了创作者的全部热情，精益求精的冷刃还在做着交付前的最后修正。这个扣最主要是这个扣，特意找那个前门章那张师傅，让他给手工定做的。上面的所有的纹路都是用手工敲击出来的，您看一下，您试一下。我跟赵雪峰认识差不多得10多年了吧，那会儿从网上搜到了一些就是他的这个信息嘛，后来就到他店里去找，我想做一些比较个性的东西嘛，个性定制吧。为了尽早地赶制出客户加急的样品，加班熬夜似乎已经是冷刃的工作常态。尽管需要制作的皮包很个性，数量很多，时间很紧张，但对于制作的每一个步骤，冷刃都不允许出现问题，力争做到完美。手艺人就是，首先第一是专注，第二是重复，有可能要重复很多年甚至一辈子，你重复干一件事情，然后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当手艺人就千万别把手艺人当那么简单，你做手艺人的时候表面上看着挺风光的，有的时候觉得你做这东西做得挺好，特别漂亮，或者说卖得挺贵的，但实际上你没有想过那些手艺人最开始的那些年，他要付出的是常人的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这样付出，才能得到现在。一种技艺，一份坚守，一种责任，一颗匠心，精致的作品都是一种情怀。现在是这样，就是大体上这两个快拆，正面这个是调节长度的扣子，对，平常是不用的，然后这样开启比较方便。你看，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你看这个皮料这个地方，哦，这个非常有特色，这个非常独特了。这种伤疤，几百张牛皮甚至上千张也碰不见一张，对，非常漂亮。这是绝对是有性格的书包。
其实做皮具也好，不管是皮具手艺还是做其他的，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能做自己的一个品牌。我是把这个看当做是一辈子做的这么一件事儿，我要把这个东西要做得好，做得极致，还是想每年至少花出小一半的时间来开发自己的新的产品。因为有很多好的东西，其实做了这么多年了，脑子里有很多想法，然后有很多没有，就是想做一直没做的东西，以后要慢慢的开始把这些东西逐渐实现，然后把这些之前的这些积累的东西，然后真正融在我自己以后的作品当中。手艺人往往意味着固执、缓慢、少量劳作，但是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技艺、对完美的追求。所以我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